欧巴。喂。I didn't get a word. 没关系 ，mean last night most beautiful last night.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早上好哟。I have something for you. What? 好好笑哦。Last night, most beautiful last night. The most beautiful? Yeah, most beautiful. I'm sure, I'm sure. I can tell everybody. My child is best beautiful last night. Oh, thank you. I'm just gonna say, 这个可爱可爱 and 漂亮啊可爱可爱漂亮可爱亮漂亮 and 好笑啊 I love you.I have something for you. What? 好好笑哦。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？对啊。准备很久了。可是我们自动单位准备了一个，来上礼物。工作人员，赶快拿上来哈。我们想要请 S 姐直接掀开这个，怎么又是匾额啊？家里很多了，是不是？被发现。你有一个放在我们公司了啦！来来来，揭开揭晓一下啊！你可不可以帮我掀一下？我这个袖子很难行动。好，吸地响应，我还想说影响地吸是什么意思？吸地响应，吸地响应。来来来看一下，其实不是我们送的，是我们其他的主持人群送的，好不好？瓜哥、宪哥啊、焦哥，还有陈哥，还有露露他们一起送的。少来，就是你们请他们在上面签名吧。没，这小把戏，重点是他们的这个后话，你看看上面写什么？拿奖之路不好走，那究竟是婚姻不好走，这个露露应该很有心得吧？各位观众，星光大道来到了今晚的最高潮，现在从礼车准备要下来的是，哇，我心目中的红毯第一枚，小 S 徐熙娣，还有他节目中的保镖派翠克以及许德伟一起来到现场咯。小 S 不仅以熙娣想聊入围了今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更在2022亚洲内容大奖中已经拿下了亚洲最佳脱口秀的殊荣，节目内容更是被评审赞赏是一部非常有竞争力的华语作品，同时也入围了综艺节目奖。到底暌违14年的他能不能顺利拿奖，绝对是今晚的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 徐熙娣。哦，哎，这里是派翠克 Patrick A.K. 新一权志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德伟。想要问一下 S 姐，因为你曾经在节目上说，这是你玩的最开心的前三名节目。对，怎么说？因为这次这个熙娣想聊是我西园大 S 第一次当制作人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很有默契，然后他提供了很多很棒的创意，我觉得我们姐妹俩合作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真的，完全在里面做自己耶。对。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。对啊。准备很久了。可是我们制作单位准备了一个来上。礼物，工作人员赶快拿上来哈！我们想要请 S 姐直接掀开这个，怎么又是匾额啊？家里很多了，是不是？被发现，已经有一个放在我们公司了啦。来来来，请 S 姐掀开一下啊！你可不可以帮我掀一下？我这个袖子很难行动。好，吸地响应，我还想说影响地吸是什么意思？吸地响应，来来来看一下，其实不是我们送的，是我们其他的主持人群送的，好不好？瓜哥、宪哥啊、焦哥，还有陈哥，还有露露他们一起送的。少来，就是你们请他们在上面签名吧。没，这小把戏，重点是他们的这个后话，你看看上面写什么？拿奖之路不好走，那究竟是婚姻不好走，这个露露应该很有心得吧？哇，14次，我觉得这一次没有入围，但是这一次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没有得奖，也还是很开心吧。对，没有啊，4年呢，没有，就是真的很想要得奖，太真心了。对，完全不会让。谁要跟你讲客套话？没有入围还很高兴。真的，那我觉得一定会得奖，因为我私心。你每一队你都说一定会得奖，我这一次你自己说，到底你心里觉得谁会得奖？我们这一组，我真的只爱你。真的，我发誓。那你就得罪其他人喽。我私底下也跟你说嘞，
所以瓜哥还有那个陈晨哥 ，sorry， 他觉得我是最棒，最值得得奖的。不用激动，不用激动，待会呢谁得奖里面就会知道了。对啊，不重要了，我们都看好你的啦，没有问题的。我知道被 Q 了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今天晚上玩得愉快，赢得金钟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觉得我是红毯第一美。你是？就是，就算不是第一美，也是第一夸张吧，第一戏剧化，第一间啦，第一间，好，谢谢。干嘛抢镜头啊？你把它弄倒。好啊，镜头都给你好了。你把它弄倒。